嗨，给你介绍个新朋友，就是它，全新的 OPPO Pad 2，它轻薄又灵巧，你可以随身携带。比如上班路上，你可以找它来点新灵感。这块屏幕跟得上思路，也跟得上手速。竖着用，横着用，分屏都好用。还有其他才能？全身都是新技能。手机不在身边，用平板也可以打电话，还能边开会边办公，多任务协作也从容。还能怎么玩？磁吸键盘即连即用，超大触控板，操作体验无死角，还有杜比世界和全景声，一定让你大呼过瘾。如果我想带出去旅行，当然可以带上它，来一场绝佳的户外旅行。但如果有紧急工作要处理，平板也能用 5G， 不用动手，靠近即连，户外办公轻轻松松。这就是 OPPO Pad 2，全能平板，全面好评。